那阿育王他广设这个，广把那个舍利子分出去，然后设了很多佛塔，那是形容词还是真的是有这阿育王真的是全阿育通？王是真的，他的塔是做了很多，他在前印度的地方还有留下来的，还有这个塔存在。他的塔是这样子，一个圆柱子上去，那么上面有一个狮子，是阿育王塔。我在印度的时候都看过阿育王塔。